3月26号晚，有网友在微博上爆出范冰冰新开的美容院的贵宾卡报价表，表格中显示美容院共设有6种贵宾卡类型，其中价格最低的仙女卡报价50000，价格最高的女王卡报价1000000，其他价位分别是100000、20000、30000和50000。范冰冰美容院开张剪彩，李晨、范丞丞、张钧甯、马苏、胡兵、安虎等明星都现身支持，不少网友看到报价后高呼：“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